这一记重拳命中面门，对手当场挺尸擂台，现场医护直接用担架将其抬下擂台。这是一场经典的中日对决，出场的这位正是来自日本的悍将红豆士也，出场戴着鬼面具，装神弄鬼，表情也是十分嚣张得瑟。比赛还未开始，就感觉整个赛场都是他的。很显然，他没有把我国选手放在眼里，迎战他的是来自我国的红光，曾获得2009年 WBC 中国赛区166磅金腰带，2010年 IKKC 国际中量级金腰带，2011年 WMC 洲际金腰带，实力非常强悍。比赛开始后，红光率先。这场比赛太精彩了。